爽快的来了。三个。哎、欸，他又结束了。没开始。来。来。听说变两节。区间呢？正好在反击，拜天我有记住过，礼拜天还会。哇，看不到了。啊。GG。是没有错，但是到最后还是要让这条线进去啊。区间车还要八堵。没有啊，区间车过去了呢。现在还没有进去站了，我说七堵以后啊。好，好不好？我们七堵。该死。后车车鬼在都看不到。刚好你毕业了没有？才读小班而已，那么小。哇，被抓掉了。那这趟被抓掉了。车嘞？堵塞了。堵塞了。现在什么情况？哇，他们先行。他先行哎。闪黄灯。没有啦。只想被区间车扒，只想被区间扒掉，搞屁啊！好瓜，只想要被区间车扒掉。各位旅客，本列车在此临时停车，请各位旅客稍后，并请不要下车，以免发生危险。为什么要停车啊？本列车也要离开，请各位旅客坐在您的行李箱。